今天的油菜花又要实行大遭殃了，休整一会先。辉宝瑞宝在艾女士的陪伴下来到外场营业。嗯，好无聊的一天，妈妈，我和宝玩玩，不要搞破坏，不然揍你。辉宝瑞宝各玩各的艾女士没有搭理他们，艾女士抱住柱子在感叹熊生美好，另外一只小可爱看来又想打南川宝的主意呢，哪料被一旁的妈妈一边训斥，才不敢如此放肆。小可爱听到妈妈的话，便放下对南川宝的兴趣。姐妹过来和我玩。不一会，辉宝瑞宝围绕在艾女士身边。妈妈。双胞胎这安分的感觉让艾女士很幸福。哎呦！小可爱的小短腿不小心蹭到妈妈，该紧张了。小可爱在妈妈身边不敢放肆，居然想来油菜的搞破坏。嗯。辉宝这体格也想把南川宝拔了，和姐姐福宝一样，就想用南川宝来练力气。左边也爱，右边也爱，看来油菜花也是难保了。还真是姐姐拔完妹妹拔呀！聪明的辉宝听到妈妈叫，就走开了。艾女士带领两女儿下班，这辉宝瑞宝也没有要抱回了。看来在妈妈面前，双胞胎不敢任性了。一会儿。